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一字。我不是李彦秋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单字是 skr， 就是倒车考试 S 型考不过的 S， K 就是老板骂你很机车很想 K 他的 K， R 呢我还没有想到。 Skr 最原本的意思就是指汽车刹车或者是东京甩尾漂移时发出的刹车声，是不是很有画面呢？后来在中国新说唱衍生出了太 skr 了，没有错，记得要加手势哦，也可以念作 skr， 后来被大家引申为非常厉害酷炫666的意思，慢慢的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指为非常的热血超给力。至于还有更多更 skr 的内容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民视娱乐频道娱乐超 skr， 谢谢大家。